中国的媒体在大部分情况底下都是面对西方说话，除了面对我们自己社会之外，就是面对西方说话，或者是辩白，或者是反击，而能够真正的用一种比较平等的态度、虚心的态度和南方世界打交道、交流的机会非常少。中国过去我们把自己叫做第三世界国家，那今天我们把自己也可以看成是整个全球南方的一部分，因为南方的意思并不完全是一个地理空间上的意思，全球南方是一个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运动，它是争取更加平等、公平的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的一个运动，反对垄断和霸权的运动。在这个意义上，无论中国经济发展到什么规模，中国依旧是这样的一场运动的一个有力的部分。美国提出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一定程度上是从他自己的经济利益出发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一定程度上也是需要分化中国跟南方国家的关系，也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特别提出需要提出国际团结的问题。今天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一方面在中国国内面临着许多南方国家面临的共同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发展依旧不均衡，我们同时还面临着全球性的共同挑战，比如生态。所以在中国在这个意义上也许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40年来我们整个来说，我们的几代的知识者啊，年轻人基本上都是以向西方学习为主的，我们的训练、我们的知识也都是在这个西方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和其他的这个知识的影响下产生出来的。所以尽管我们说我们自己是南方的一部分，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对南方世界缺乏了解，我们很多整个来说不是个别的，是整体的缺少对于南方知识的了解。这个也并不只是中国的问题，整个殖民主义时代以来所产生的知识上的不平衡的和不平等的结构依旧是今天我们面临的重大的挑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一方面需要青年一代更多的去学习和了解这个其他的非西方社会、南方社会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经验和知识，另外一方面也需要在我们的教育体系当中进行相当程度的改革，使得我们的学科和知识有一个新的变化。从年轻的时代，甚至从儿童时代开始，我们对全球的认知应该求得一个更加均衡的、更加丰富的、更加完整的一个全球的知识图景。